有没有饱足地呼吸到赛奇金公园大自然所散发出的新鲜空气呢？以济州石头为基础，缕丝像漂浮着的云一样的这件造型是二号作品“赛奇金”，因云而生。赛奇金意味着悬崖上出现的小岔路，是位于走向天地渊瀑布之路的给居民们带来舒适的散步路。据说这条路是古时村民们背着水罐儿 挑运天地渊入口处泉水的挑水路，位于散步路入口处的这件作品，用雨从云下装入水罐的形状，表达了古时为了获得泉水，背着水罐来回往返的赛奇金的历史，是古时济州人的生活和济州美景相互交融的优秀作品。